哦，这是块灰木，看，灰木化石。这个灰木精品啊，精品！哇塞，这个籽形超好哦，完美无瑕的那种，没有瑕疵。这块黑色的灰木化石很漂亮，这里石头多，看看这条沟，哇，我管它大的小的，只要好看的，有好看的石头我就捡。这沟里先等一等，能找到就不错。哇，看到好东西了，红色的玛瑙，哇，诶，我捡了一个这个有点包浆皮的一个玛瑙，然后一颗红籽，然后一颗绿籽，然后一颗那籽形不错的那个点子木化石，这上面有彩色，看，这是那个横截面那个纤维的，一点一点的。这是一个木化石，然后在这里看到一个洞彩，看啊，这个洞彩，看洗干净以后，这里面的草花就看得很清晰了，不过这后面裂。小裂，这个石头还挺漂亮的。哇靠！哇，这个质地好细腻，像奶油一样。这个天缺，它不是裂，裂没有进去，这种好光滑。干了以后也很细腻，跟鸡蛋白一样。吼吼吼吼吼吼，好东西，虎皮，看，哎呦，靠，虎皮哎，然后。哎呀，这个虎皮挺好看的。
看，好看，不错哦。刚才还发现一个什么石头，一晃就不见了。把刚才捡的这几个石头洗一下，洗一下看看。这个一般，色挺漂亮的，这个石形呢有点不太好，先不捡了吧。这个呢玉化的，这个玛瑙纹，有点玛瑙纹，玉化的还不错。这个是个好东西，很漂亮的虎皮，很完整。然后这个呢，哇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里面是绿色的肉，很细的。很老的那种黄色的姜皮，这个不是裂哦，这个是里面是玛瑙质的，透明的。这外面有很多指甲纹，这个绿色的肉很漂亮。这也有一道线，它不是那个裂，里面都是透明的。这两个好东西，先捡着吧。这里面今天还有一些小收获，刚才捡了一个这个，玉化挺好的，哇，很油的。然后我在前面发现了一个，我还没过去呢，看前面发现一个颜色很好的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可能是玛瑙吧，我去看一下。这个终于过来了，哎呦，这是个玛瑙，彩色的，要洗洗。红色的红玛瑙，哦，红色的。把刚才这些石头洗一洗，选点出来，好看一看。这个不要了，哇，这个漂亮，看看，这个漂亮，一个绿色的玛瑙，这是个红的，这拿着吧。这个不用说了，好光滑，这个彩色的不错。哎呦，哦，算了，不好。这里有一颗啊，蚕丝，蚕丝玛瑙，乳头状。哇，这不是，看这个，啊，这是个好东西。这个得要洗洗看看。哇，好红一颗，小小的，很完美的。也剪了。
很凋零，这颗颜色很棒。哇，还不小哎，这个重材需要洗。这块不错，哎呦，刚才捡的一堆石头里面洗了，发现这个挺漂亮的，看，很完整的，这一块花纹，这个色彩，而且是立体的，有凹凸的。哎呀，这个色彩好看，再洗干净。太漂亮了，很完美的一块石头。嗯，看这个红的，哇，我看对面漂亮吧，里面的水晶像一朵花，这个造型挺好的。嘿，放里面，刚才这一颗颜色非常艳丽，这中间是一道实线，它不是裂，看贯穿的，它是那个黄色的实线。这是今天的收获，好不容易啊。有几颗精品哦，关注猎奇者，带你体验发现之美。